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药味小皮特啊。今天呢，就是礼拜二的下午4点钟，我们已经出来第三天了。明天礼拜三呢，那我们就到洛杉矶这边，洛杉矶回到洛杉矶去。一般四天半左右啊，一个来回嘛。啊，哇，还有今天呢，礼拜二。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呢，有狂风暴雨、闪电雷鸣，哎呀，很厉害。还有我们去的那个底特律那边呢，是美加的边境那边。我们去的时候呢，也有点乌云了哈。哎，我们离开之后呢，还好，那听说那边呢，很大的风呢，所以也很冷那边。所以我们避开了那个风暴，下雨的风暴，慢慢的开始呢，这边呢，因为现在是九月份嘛，今天是9月8号，好像是9月8号是吧？可能是，很快就大概十月份。十月份啊，下旬啊，就可以看到雪了哈，看到雪。然后我要是我还开着车呢，我会拍一些雪景啊。可能对北方人来说呢，那个看了雪很多，我们南方人呢，没有看过雪。我这么大只看过3次雪啊，是在国内的郑州跟信阳那地方，是。八八年的时候，我去过那个地方，就看过雪，那个雪还不很大。在美国呢，洛杉矶那边也有雪，不过要上高山，最高的地方，开车大概要1个小时，开到高山上面去，就看到雪了。一年12个月都能够看到雪，不过要一定要山顶啊，那地方哈、啊，那地方呢？也去过一次，不过那地方那条路啊，确实很难走。那个车不够动力的话呢，就很麻烦的。啊，现在我就在吃饭，啊，又是这电饭锅。然后问我这个是什么牌子，我粗略看了一下，叫老虎，牌子叫老虎。那网友说是日本的，那我不知道这个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，我没有看到。这个可能有些人呢觉得这个48块钱的美金加税50多块钱好像不值啊。可能网上买东西呢有很多价钱的。或者买贵了几块钱也不一定，啊，还有它的功率，哦，这电饭锅啊，15分钟就搞定了，所以我一天呢早上8点钟我煮一次饭，中午12点钟，啊，有时候加油的时候呢，我又煮一顿。啊，现在下班了，我现在下班了，又吃一顿，每天吃3顿这个，啊，用这个煮哈哈。本来呢，我想今天晚上呢，这个时间呢，想煮面的，但是我还是吃饭好一点，啊，有鸡蛋的火腿。就是我们站上面，底特律那边，那个超市，鸡蛋是1块钱。18个鸡蛋，很便宜啊，真的很便宜。哇，现在下雨了哈！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时候，外面已经下大雨了，给大家看一看呢。啊，是吧？下很大雨了，外面。明天礼拜三的晚上可以回到家了，啊，
回到家啊，因为很多司机说呢，冬天呢，有些人呢就不开这条线，就是说不去那些下雪的地方，因为比较危险嘛，地比较滑嘛，啊，有一些啊那个驾驶证呢要保就这个驾驶证啊，一家，其实特别有些男的，一家的顶梁柱啊，这个车牌啊，他像宝贝一样，所以呢万不得已的时候啊都要保住啊。还有一些人说呢，就是回到洛杉矶啊，一般呢小车他不开了啊，尽量不要开，因为这个驾驶证呢它是商业牌照，你要是开小车，你违反了交通规则，也是按照大卡车的处罚条例很重啊。本来呢你不是大卡车牌，你是小车牌，那你违反了交通规则呢，一般呢那个罚单是比较轻的，但是呢你要加考了这个大串啊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它商业牌照，它什么都按照这个商业牌照来做处罚的啊。我也听过有一个朋友是深圳的啊，他本来呢他休息呢想做 Uber， 想开 Uber 车，哎呦，他就很怕呢停车的时候呢万一被警察逮住啊，说他乱停的话，那到时候他扣了分啊什么，那就没车开了啊。因为现在开大串来说呢，要一个家庭几口人呢，那对于一些开大卡车的人来说呢，就可以养家了，生活还算不错，所以对这个牌照呢看得很重，驾驶证看得很重啊，万一这个驾驶证丢了，一家的吃饭也成问题，哈哈啊，不像我的啊，就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有家庭呢，哎，这个驾驶证，这个大卡车大串的车驾驶证啊，那就很重要了啊。所以有些人来美国，你要是一家想家庭生活过得比较生活比较啊富裕一点，就是说好一点的话呢，当然了考个大串就好一点啊，一个人熬啊，一家人都舒服了啊，很多是这样的了啊。啊，你们大家也有时看过，有些 Uber 也很多那些大卡车司机啊，也他们啊也有说这方面的事啊，这个一家人嘛啊。也有一些在洛杉矶认识的朋友，也是考了一个大串，他被停了，被好像反正呢，他有一个点数，就违反了交通规则点数，结果他不能开了，停他一两年。上次呢，他给电话我，他说我很羡慕你，我说羡慕我什么？羡慕你有手中的驾驶证，那我说你没有吗？你也比我早考了几年了啊，2015年考的，怎么会羡慕我这个呀？他说哎呀，我现在开不了了啊，没人请我开啊，他点嘛，在美国听说呢，那个点呢要3年时间才能够抹去，所以很麻烦的。所以我们呢尽量在外面跑呢啊，都要看着那个导后镜，看看有没有警察
前面有没有警察啊，哈哈，因为有时候呢速度有时候呢也不一定把握得很准，他65迈60迈，有时候我们65都开到70，有时60我们也开到70，我们都跟着车流，人家多快我就多快。但是很多很多时候万一啊前面有警察，哎，他一抓，他不一定是抓我这台车，他连续几台车，哦，啊，有一些开车的大串，他就是他亲眼看见，一下子几台车都被警察拦了，拦了之后，但是呢，警察拦到他的时候呢，就跟他说，你没事，你可以走，是这样的啊，所以啊，很难免的事情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啊，多看看前面跟后面啊有没有警察。啊，警察呢，他要你违反了交通规则的时候呢，他会在后面跟着你。白天他不会叫，你要留意后镜，啊，要是有一个警车老是跟着你，不停的跟着你，那你就知道，你就好找地方停车了，啊，不要麻木啊，还以为没事，哎呦，他以为你逃跑，更麻烦，啊，当然你不是逃跑，你开那么远，哦，你连这个常识都不懂的话呢，就很麻烦。还有呢，有网友问我，昨天我这个车这个后轮要多少钱修好了，那个爆胎嘛，昨天晚上下午爆胎了，450块钱也算便宜了，人工的哈，不是连轮子，连轮子是另外计算的，就那么人工，我们有备胎嘛，就换个备胎咯。上一次480块钱，450、480，这个价钱都差不多。有些500你要给他了，没办法。啊，这人工贵嘛，自己不能够换，哪怕就算会换，我们也不会换，因为这个东西不关我们的事情，是吧？啊，说句真实话，是吧？会修理的车都不要修理了。以前也有次，也试过一次，那个水箱的皮带断了，我就跟那个老师傅说，呀，不如我们自己买来自己换上去，不是很容易啊？那老师傅说，哎，不要这样。你会修，你装上去，万一搞得更坏怎么办？人家老板会不会说你好，反而你说你把他车搞得更坏了，到时你有口难辩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哪怕你是修车师傅的好，哎，最好都不要修了，啊，公私分明嘛，啊，而且我们这些大卡车确实很重。很难换的，换不了。啊，可能我们换了也没钱给，呵呵，我们也挣不了450块钱，那钱不是我们挣的，啊，最多说好样的，还不错。以后你在路边老是爆胎，你老是换，啊。对吧？嗯，对，又下雨了，给大家看看。啊，现在连乌云满天了。啊，这个地很滑的，它下大雨下大一点呢就不滑，刚刚下的时候呢有灰尘，地上是特别滑的，啊，这
这段路它的雨啊还很小。哎，我好像服了那些老外司机啊，啊，有人笑说我们才是老外，他们是不是老外啊？怎么说也行啊，反正都是我们广东人叫他鬼佬。他们的眼睛很厉害，今天下很大雨暴雨，他竟然能开七十，就120公里的他都敢开，那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。60公里都要眼睁睁去看一看啊，他们眼睛很厉害。但我没看见是哪里的人，是有色人还是没色人，我们还没看清楚。嗯，啊，这饭很香啊，你看，很香。要是在这里开大串的司机啊，或者广东的哈，看见我这样吃这东西哈，可以借鉴一下，其实很方便的，不要觉得煮这饭很难，15分钟，抽一支烟的时间就搞定了，新鲜鲜。有些人说煮一天，我就不煮一天了，我一天吃3次。好了，我刚才已经吃完饭了哈，现在喝杯茶先了。这个是喝杯茶先啊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已经跟大家随便的分享一下，现在是在路途中啊，所以呢，还有呢就是，最后说一句话呢，要是想学大串的，你英文不行的，啊，都可以学的了，在加州那边都有中文考试啊。其实要不就算不是用中文考，死记硬背，那些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，对考试这些东西最聪明了，什么鸟语都能够背得熟了啊。然后呢，在马路上呢，也没什么，因为做司机也有司机的语言呢。什么叫司机语言呢？就是交通规则，那些标志路牌啊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了，所以会司机语言就行了，啊，好了，今天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啊。